很贵很热吗？他们是耐高温的企鹅。哦，是哦。那他们就没有。他们手上为什么要绑那个？不知道他们名字是路线还是什么？他们没有。他们没有鱼，他们没有。看起来好像鸭子。天哪，我们这么近距离看到企鹅，然后没有隔着玻璃，对，也没有隔着玻璃，而且闻到它的味道。明明你就是鸭子吧？刚刚脚上的。我看到大便耶。